卡米拉，你仔细看看，我是你的迪迦哥哥呀，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呢？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失去能量被熏黑了，你不要赶我走呀，求求你了。你这个哪里来的丑八怪，居然还敢冒充我的迪迦哥哥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没有光和能量，根本就没人喜欢你，赶紧滚远点吧。卡米拉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是迪迦奥特曼啊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我好难过呀。你给我滚，滚远点，我的迪迦哥哥是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奥特曼，他才不是丑八怪呢，你不准再出现在这里，快走开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不过是失去了能量变黑罢了，卡米拉居然连我也认不出来了，我真的好难过呀。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？难道大家都不喜欢失去光的迪迦了吗？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吗？这下该怎么办呀？我真的好难受，好孤独。我的天哪，大家快看呀，这个奥特曼好丑呀，黑乎乎的像个煤炭一样。小朋友你看清楚，我可是迪迦奥特曼，不是丑八怪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呢？迪迦叔叔是一名勇敢的奥特消防员，你才不是呢，你是个骗子，快走开，离我们远一点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连小朋友都不喜欢我，不相信我，我现在该去哪里呢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迪迦伤心无助地走在马路上，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获取大家的信任。就在他感到无助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了呼救声还有火光，于是立刻跑了过去，原来是贝利亚。贝利亚，你怎么了呀？怎么会扛着一个房子还着火了？迪迦，你快帮帮我吧，刚才发生晃动，房子坍塌还燃起了大火，我一直在扛着，可是我快要坚持不住了，你赶紧来帮帮我吧。贝利亚，你再坚持几分钟，我一定会帮助你脱困的，千万不要放弃啊。迪迦拿起了灭火器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开始围绕着着火的屋子进行灭火救援。闯荡于招白平世界，风一阵一阵狂野，王牌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，我要操控我的全世界。经过15分钟的努力后，大火被浇灭了，一场危机被解除了。贝利亚，现在大火已经被浇灭了，没事了，不用担心，以后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迪迦大哥，你太厉害了，不过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自从我上次去灭火救援后，就失去了能量，变成现在这样，没有人相信我，支持我，就连卡米拉也不认识我了，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，是时候该离开了。迪迦还没走出去几步就晕倒在了地上，贝利亚立刻跑了过去。迪迦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快醒醒啊，你那么勇敢善良，怎么会被大家抛弃呢？我一定要把你的应用事迹告诉卡米拉，让他相信你。贝利亚焦急地跑回去寻找卡米拉，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让大家重新支持迪迦。卡米拉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迪迦有危险。出什么事了呀贝利亚？我的迪迦哥哥出去执行任务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这次不一样，他刚才在救火的时候受伤晕倒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，他最想见到的就是你了，快跟我走吧，别犹豫了。你快看，就在前面，他躺在地上等着你呢。迪迦哥哥，真的是你啊，原来刚才被我赶走的就是你，原谅我一开始没有把你认出来，你才是那个善良勇敢的大英雄，可惜我一直没有看清楚，还把你赶走了，对不起，你快醒醒吧。卡米拉，你现在哭也没用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他身上失去的光和能量找回来，我现在就唱一首大家都喜欢的雇佣者，希望大家听到后能够给他力量支持他。迪迦，你一定要挺住呀。爱你不声动暗响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来自于蛮荒，一生不借谁的光，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，去吧去啊，以最卑微的梦战马战啊，以最孤高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，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我又恢复了，太棒了！是你们救了我吗，贝利亚？谢谢你，迪迦哥哥。看到你醒过来，真的太好了。我刚才错怪你了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迪迦，你刚才的样子可把我们吓坏了，还好大家能够继续相信你，支持你。你一直都是光之国的大英雄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大家的安全吧。